大家好，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。今天我们会看电视节目开讲了，来学中文。我们今天还会听萧敬腾说的几句话。萧敬腾，他是台湾流行乐男歌手。他是台湾流行乐男歌手。我其实不喜欢讲死，我也希望能够告诉大家，在你还没有成功，在你还在努力的时候，不要告诉人家说你有多苦。当你成功的时候，苦也不需要你自己来说，他们都知道我有多苦。好，那我会说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。我其实不喜欢讲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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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在这次讲演中呢，萧敬腾这一句话的录音不是很清楚。我其实不喜欢讲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其实。其实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其实，其实，其实，他并没有听懂老师讲的话。其实，他并没有听懂老师讲的话。我其实不喜欢讲苦。好。这个讲在这里就是说的意思，说苦。好，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苦，苦。为了成功，他吃了很多苦。为了成功，他吃了很多苦。好，在中文里我们可以说吃苦，吃苦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吃苦。我其实不喜欢讲苦。我也希望能够告诉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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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也希望。希望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希望，希望，我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。我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。我也希望能够告诉大家。好，能够。能够就是能的意思，能告诉大家，跟大家说。好，我也希望能够告诉大家。在你还没有成功，在你还在努力的时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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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你还没有成功，还就是 still。好，在你还没有成功，在你还在努力的时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努力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努力，努力，他一直学习都很努力。他一直学习都很努力。在你还没有成功，在你还在努力的时候。不要告诉人家说你有多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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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不要，不要就是别告诉
或者不要告诉。好，不要告诉人家说。好，人家在这里就是别人的意思。不要告诉别人说，或者不要告诉人家说，你有多苦，你有多苦。当你成功的时候，苦也不需要你自己来说，他们都知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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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多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当你成功的时候，当的时候，好，当你成功的时候，当时候就是 when， 当的时候，好，当你成功的时候，苦也不需要你自己来说，好，就是也不需要你自己来说苦。好，这个苦，这个 object， 我们放在了最前边，因为强调苦也不需要你自己来说。好，不需要就是不用的意思，苦也不用你自己来说，也不需要你自己来说，他们都知道我有多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。其实，其实，苦，苦。其实我不喜欢讲苦。其实我不喜欢讲苦。希望，希望，我希望告诉大家，我希望告诉大家。努力，努力。当你还在努力的时候，当你还在努力的时候。好，那最后我再来读一遍。我其实不喜欢讲苦。我也希望能够告诉大家，在你还没有成功，在你还在努力的时候，不要告诉人家说你有多苦。当你成功的时候，苦也不需要你自己来说，他们都知道我有多苦。我其实不喜欢讲苦，我也希望能够告诉大家，在你还没有成功，在你还在努力的时候，不要告诉人家说你有多苦。当你成功的时候，苦也不需要你自己来说，他们都知道我有多苦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希望你听懂了萧敬腾说的这几句话。好，那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